okay, okay. 好，差不多这样。好，那接下来的话，那你会常常跟孔峰的那边一起分担他们的这一台 Prestige 16。那它算是还没发表的新品，它算应该说还没有上市的新品。OK， 对，你可以拿来看，它只有 1.5 公斤而已。OK， 因为它跟刚的 Steel 16一样，它是镁铝合金来做的。然后它这台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麦克风它是有第三个麦克风。嗯，那它这个第三个麦克风其实最主要就是它收音的部分一定会变好。嗯，那再来就是你知道像那种那个什么麦克风吗？就是开会用的比较高级的那种 Concord 麦克风。你说一根出来那个吗？可能是一个圆球，然后它其实就是你站在、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对对对对、okay ，你站在比较远的距离，它收音效果也还是可以很好的。甚至因为有了这个第三颗麦克风，我们可以做到指向性的收音。就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刚好环境比较不适合，那可能旁边其他地方都有。它可以把环境消掉的。对，然后只留你的声音这样子。OK， 就是有处理过这样子。对，更好的指向性。OK， 对。然后这一台就会也是可以上到那个4060的 GPU。OK， 对。然后这台应该会去过 EBO， 然后也会去过 Studio， 只不过这个都还在升级中。Studio 这个是一个硬体的东西吗？还是一个软体的东西？它是 NV， 它针对笔电有特定的要求，就 Studio 的笔电，因为 NV 其实。它是一个认证吗？算是一个认证，对， okay. 因为他们近期都会因为我在推，因为我知道它有一个 Studio Driver， 但是每一个 GPU 都可以装啊。对，然后但它这个 Studio 认证到底是在认证什么？它就是会针对几个比较大的 criteria， 像是它的机台的厚度，然后荧幕的不管是解析度那些、就是、都有一个 level。哦、okay, 整体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一台笔电有，就有像 Intel Evo 的概念，对，就是要认证。Okay. 对，没错。但功能像软体部分，它有多什么东西吗？还是其实没有？Studio 的 driver 基本上它就是他们有自己跑过，就不管是在 ISV 不同 ISV 的软体上面，他去跑过，确保它整体的相容性都有比较好。OK OK， 对，就比较稳定的东西。对，没错、okay. 没错。因为毕竟一般的 gaming 的话，就是针对 gaming 做优化，那 Studio 就是针对 ISV 的这种软体来去做优化。OK。因为我还蛮喜欢你们，就是这几年有出一些比较轻薄，我现在有一公斤的，然后对，谢谢十三，对，这台，对，under 一公斤的，我就还蛮喜欢的，嗯，而且我相信在接下来，因为毕竟其实 NVIDIA 他们也是在希望我们把笔电做得越来越好，嗯，然后我想 Intel 也是同样的方向嘛，对，那接未来看到的笔电肯定就是会往这个趋势来，就是有差不多 OK 的效能，但是要越来越薄这样子。对，甚至后续可能现在这么薄的笔电，可能就跟 gaming 的他们的效能差不多了，但就是要看他们晶片的眼镜。啊，对，真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台在对面的，在对面的。